你若不在祖先面前悔改，先砍掉你一只手，再没收你的家产。冯兰芝，还有啥好悔改的？你敢把手伸出来吗？在座的各位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冯家大少爷想娶暗春兰，可暗春兰是有婆家的人。 是当使唤丫头，知道冯兰芝的德行，就备了把剪刀。她手上有伤，长眼睛的人咋就不想看看？春兰呐、啊，你既是冯家大少爷屋里的人，就不该顶撞冯老太爷，还是讨个饶吧？是啊，这冯家的规矩，就是不容许晚辈。 冒犯长辈，再说你又刺伤了族长，这罪过大了，还是求求情吧。请问冯家的规矩是谁定的？咱们冯家自从明朝永乐年间起，在这胡同河两岸就是大户人家呀！啊，这规矩嘛，也有好几百年喽。那要是外姓的人呢？那咱就管不着了。好，那俺就告诉你们，俺不姓冯了，俺是严世和的儿媳妇儿。哎哎，是啊，她不是冯家的闺女了，我也不想要这个不孝顺的丫头，你们就放了她吧。哎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春兰呐，你既然不姓冯。 那你姓什么？俺的姓从小处讲，俺叫严冯氏，从大处讲，俺的姓百家姓里没有，可老百姓都喜欢。俺姓共，共产党的共。想当共产党，老子他妈毙了你！不，你不要这一套。今天你要是敢开枪，俺让你冯家死他十几口子，你就是头一个。 朱老中，你是外姓人，既然进了冯氏宗祠，就应该先挨40大棍。冯兰池，过去俺要是救春兰，两个法子，一是宰了你，二是被你宰。现如今不一样了。 如今，咋说呀？你冯家的家法俺知道，其中有一条，背叛宗亲不服者，取消姓氏，赶出家门。这一条，是不是你冯兰池改的？他要嫁进冯家，不，你冯家还有一条规矩，不得夺人之妻。 冯家大少爷，你是个读书人，强迫春兰与你为父，算不算夺人之妻？爹，现在是民国法律，也提倡婚姻自由、两厢情愿。再说那个严运涛，不是还没有亡故吗？我请春兰来，就是来做丫鬟的。 逆子，你这个不孝的逆子，不为你，我要这丫头挨刀啊！啊！男女之间的缘分，并不因为姻缘就。朱老中，放冯春兰行，放共产党不行，谁让他承认他是共产党呢？那又咋样？ 春兰是我的丫鬟，应该我说了算，这并不违背家规。春兰，还不赶快谢谢大少爷！别动手！冯春兰姓冯，
如何处置，还得听我族长的。不，他不姓冯，姓朱，是俺朱老忠的干闺女。朱老忠，今儿就是今儿了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别请出去。冯兰池，今天这出戏该收场了。朱老忠，别硬撑着演戏了。老三，给我上！慢着，冯大老爷，俺朱老忠给你送的礼物，该看看。这一坛子炸药，够你冯家喝一壶的了。阎浮堂给冯老爷凑份子来。老朱大叔，哎呦，我的冯大主任，你就眼看着咱爹让朱老忠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，哼！这棋该收官了。你说的是啥呀？你怎么也成了书呆子了？你说的这件事儿，我考虑了。以我现在手里的兵力，对付锁井镇48村，那是绰绰有余。可要对付滹沱河上下10万高粱花子，这棋该怎么下呀？嗯？棋我不懂，有话你直说。这滹沱河呀，就像一条龙。李双四的外号就叫大龙。咋的了？就他那点人马，你知道他安的啥心眼儿？你说这高粱花子啊，手里没枪，整出这么大的动静来。这要是再有了枪，更不好对付了。这戒指，算了，啊！哎呀，能换十几颗枪子儿，也值。这戒指啊，本想是留给儿媳妇的，可这儿媳妇呢，像阴天的太阳，她也不露脸。郭正阳，咱大贵儿想娶媳妇儿了，没出息！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想造反的人，哪能先娶媳妇儿？啥事？哪根子喜事儿啊？这一是得有钱，再就是得有枪。哎，那不知春兰那儿？别再难为一个闺女了。俺迟早要把他从冯家抢出来。他待在冯家，俺这心里总是个疙瘩。
妈，秀梅姑姑，大少爷不会做出什么轻浮的事儿。我在冯家都20多年了，他的人品呀，我知道。秀梅姑姑，你把茶给俺，俺这就端进去。你呀，得先哄着点冯家啊。回头你把李德才叫到俺屋去，俺有话对他说。这几天他脸色不太好，别是有什么事儿吧？你也看出来了。行。哟，起风了，今天啊，保不准要下雨。你穿的单薄，快进去吧。啊，真要是能下雨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庄稼人也有福了。大少爷，您还是喝茶吧。春兰，我知道你和严运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，可那严运涛难以生还。春兰，你知道我也倾心你多年呢。这是什么酒？我的断魂酒。我恨冯家，恨我那个爹和冯桂堂。冯焕堂地痞流氓，春兰，你和我远走高飞吧。大少爷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讲？我听你的心里话。俺这件衣服里面穿的就是孝衣，孝衣里面是刺着革命的内衣，你敢看吗？我看，我想看。春兰，秀梅姑姑，哎，姑娘，有话尽管吩咐吧，我到大少爷屋里去看看。德才叔，坐。你叫德才叔？德才叔。秀梅姑姑在冯家当了一辈子丫鬟，说到底是个混口饭吃的老妈子。你呢，虽然说是冯家的大管家，可也没在冯家赚了多少钱。说句不好听的，那就是个奴才。姑娘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吧。那好，俺就再问你一次，九井村的冯老仙儿的确是在冯兰池家买的枪？嗯，冯老仙儿用13亩地换的枪，是我亲自写的字据。俺再问你，朱老忠他们托你办的事儿，你都办了？姑娘，我知道你来冯家是干什么的，可这个事儿咋的？你变卦了？姑娘，一下子挪用那么多钱，那造假账吧，如果叫冯文池知道了，我脑袋不搬了家呀。德才叔，你帮助过俺们，咱穷人心里有数。姑娘，
你别再逼我了，你这样逼我还逼杀了我，还难受我。有件事儿你可能还不知道呢，要是告诉你，就真比杀了你还难受了。什么事儿？冯兰池那个老色鬼相中了你的17岁的闺女。啊！这不让护院的黑子都接去了。这是真的。所以说，只有朱老忠他们才能帮助你，才能救出他。好，你让我想想。老钟，老钟啊，贾先生，贾先生，张富奎走了，城里兵力空虚，他冯桂堂啊也害怕咱们冀中的农民暴动啊。说来也是，比高粱还要多的中间汉，一人一口唾沫，也能淹了保定府啊。春兰找到了李德才，冯老师那的情况属实，我想呢，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兵不厌诈嘛。嗯，冯桂堂不是总想摸底吗？咱索性吓唬吓唬他，给他放上一颗啥玩意儿来着？烟雾弹。对。天亮了，就一炷香的功夫，不要伤着人。一炷香的功夫够吗？老先生命主，俺心里有谱，说命中，俺就是。没看走眼，不是假的。俺虽然是写在冯家家谱，可咱俩没两个。可你给冯家当了10年的后院，听说你玩了军火，俺想瞅瞅。朱虎的，你是豪夺呀，还是巧取？家伙，俺有的是，就怕你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。你也是绿林道上出身。那好吧，咱就单挑。枪。俺宁可让你打死，也不能让你吓死。朱老忠，跟着共产党造反，你不得好死！爹，就一炷香的功夫，你就别让他了。枪支在哪里？说。啊！共产党是土匪！以后再说共产党的脏话，俺就下黑手了。还用俺摘掉你的大胯吗？哎，俺服了，俺服了。爹，枪支在地窖里，有多少支？说。5支长枪，1把盒子炮，都在这儿了。这是冯兰池卖的13亩地呀。棍儿，盒子炮收着，长枪你看着办。好，以后再敢说共产党的脏话，小心俺砍下你的脑袋。只拿走了枪栓，那5条枪就成了废铁。看来朱老忠是不稀罕半斤八两的五花肉，成气候喽。他废了冯老西，是往我眼里插了根棒槌。告诉你二哥，他下一步棋就是要逼我的功啊。爹，咱家那些枪支弹药咱得看好了呀。
那都是钱呐。废除了冯兰芝的一个帮凶，只取枪栓不取枪，这个烟幕弹啊，还真得让冯克堂好好的琢磨琢磨。骂了个八字的，毁了五条枪，俺心疼。不是毁，是存在冯老西那儿，咱们随用随拿。不过县城里的买卖啊，咱还得做，不能再让冯克堂再在牛宝利那儿得手啊。哎，春兰，钱够难为他的了。俺凑了点，先进城去。也好。啊，你们老买啊！快点回来，买不了了，快来买啊！快来买啊！哎，快来买！找我的人就住在这儿，太他妈不给我台面子了！你们全站着，我们进去。是是。军爷。您喝啥？这是啊，把找我的客人给我招呼下来。牛团长，不认识俺朱老忠吗？哦，大哥，原来是您啊！有事儿您多吩咐。现在你老弟我是副市长了，那得恭喜啊！你有什么事？这儿说话行吗？要不然去我那儿去说。走，走。嗯，哎，朱老忠，你儿子曾经救过我的命，这金子也是够数啊。哎，朱老忠，这老娘们玩儿是干什么？那个手镯是个老娘们的。他呢，想换两颗手榴弹。你想干什么？啊？这你知道？又是冒火的。前两天我给冯桂堂办了一批，我狠狠宰了他一刀。你要枪干什么？自然不是打兔子。挑明了说，俺那演武堂也得备点自卫的家伙。你可别沾共产党的边啊，那是掉脑袋的事儿。你牛副师长不怕掉脑袋？哎，我可跟共产党可没事儿。救贾香农你出过力，俺那大儿子朱大贵救过你的命，他俩可都是共产党。这事儿要是冯桂堂和张副堂知道了，你这副师长的位置还能待得住？好好好，就算你给我拉下水啊！春兰，喝药了。是我不小心。你看，是你，你敢出去？出去！春兰，你患的是风寒，好好养病吧。秀梅，
药要重新熬，一日三煎。哎，你都昏睡两天了，刚才差点把大事给说出来，吓死我了。安心的急呀！我知道，这药方还是大少爷亲自给你开的呢。风月堂。你们共产党是大门派。像大少爷这样的人，可以把他拉到你们的道上去吗？是啊，他应该是俺们的朋友。可俺总记得俺爹说的一句话：挨骂看门道。这俗话说呀，一树之果有酸有甜，一母之子呢还有余有闲呢。就拿你来说吧，你跟你爹一样吗？咋不一样？一样的倔，一样的一条道走到黑。春兰，你想想，要是没有大少爷，冯兰池能放过你吗？在冯家，大少爷挺可怜的，你要对他好一点啊。你看啊，现在是三足鼎立，我们要合二为一。贾先生的意思俺明白了，是要争取李双四。对，那俺去。不行，你继续搞你的枪支弹药。去白洋淀的人选，组织上早就定了。谁啊？我。老钟大叔邀请我来，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？嘉庆，论文才，俺相信你能胜过李双四。可这李双四是文武全能，俺可不知你的武功深浅高低。老钟大叔想试试我的身手，那我甘拜下风。老钟是为你好啊，李双四是绿林中人，他最敬重的就是武艺高强的。嘉庆，看招！承蒙老钟大叔的相让。不过我怕以后的江湖不会再兴武功了，据说李双四可是双枪将啊。大叔，我张家庆走访李双四还有许多事情请您指教。山高水低，高有凤凰鸣栖山，低有蛟龙出南海，在下张家庆叩拜山门，请见瓢把子金面。行家里手，酒。大庆，干，干。好，老钟，把你看见的东西拿出来吧。嘉兴啊，
如遇凶险，把他放回来。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一场血流成河的争斗了。阿弥陀佛，我冯玉堂愿意自身的性命洗去冯安池的罪恶。朱秀娟啊，当年我没保护你是我的罪，好在朱老忠还不知道真相。你怎么起来了，大少爷？这是俺亲自煮的面汤，你吃一口。俺不信你，俺只请你做个证。俺春兰从今天起就是冯月堂的干侄女，俺会像对待自己亲叔叔一样的伺候他。俺只求菩萨保佑，好人长寿。春兰，你知道大少爷是好人就行了，这事儿啊，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啊！来，起来吧。我冯月堂也是快50岁的人了。我今天也向菩萨发个誓，为你春兰，我绝不做对不起锁井镇乡亲们的事。怎么不往前走了？那前头就是白洋淀了，那土匪呀多如牛毛啊。据说李双四可是远近闻名的侠义豪杰，怎么说是土匪呢？老板，俺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您老别生气。李双四劫富济贫，这可像您，就是李双四本人容下您，他那帮弟兄也不容您呐。那经商的就都是坏人吗？先生，您瞧您的富态下这玄乎啊。那好，你回去吧。二少爷过来了。哎，来，打开看看。打开。这是给李双四的。你也太小看他，这是给你的。事成之后，还有重谢。哎呀，二少爷，这可使不得呀！我可不值这么多啊！我有一块就可以。我话可还没说完呢。老山头，哎，在冯家已经干了30多年了。是，我非常信任，所以才委你重任的。这事儿如果是办成了，怎么都好说；要是办不成了，二少爷，你放心，我的师父跟李双四的师父是盟兄弟。这些土匪，他们都比较好色，再不就害爱钱财。这我知道，老山头。你记住了，收编李双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收编了他，在河北这个地面上，我就等于收编了很多很多的土匪，知道吗？是。
把我送他的重礼都随身带好了。都啥呀？当然是他喜欢的枪支弹药了。多带几个弟兄，谁要是不听话，揍了他。二少爷，这一次我要是拉拢不了李双四，这个脑子下一回就扎我的心窝子。那要是李双四不听你的，这别犹豫，杀了他。二少爷，放心吧，别害怕。一旦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放心，你的老婆孩子我给你。成吗？伙计，住店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，俺这咋的？说睡就睡着了呢。客官，您里边请。里边请，箱子给我。您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是咱白洋淀的最好的客栈了。你看您住什么样的房间？住最好的，这不算吃饭住店的钱。哟，俺谢谢您喽，里边请，老板。瞧好吧您。就是我们掌柜的梅乃佳，老板，您看您是先吃饭呢，还是先眯一会儿？先睡觉。哎，回头给我烧条店子里的活鱼。哎，这钱嘛，只会多，不会少。好嘞，请好吧您的。哎妈！我说，那小子的身份你闹清楚了？这小子倒头就睡，像死人一样。我呀，偷偷看看他的证件，不像是好人。我说呀，你连个字儿都不认识，咋知道他不是好人啊？那我不认识字儿。我认得上面有块小红膏药啊，你老婆常跟我提起，那是满洲国日本人的旗子呢。咱咋当家呀，最恨日本。这小子钱是肯定孝敬白洋淀，人能活着出去，就算他造化大。那一提匣子全是钱？肯定是啊，沉着呢。我岁数小，可出道早啊。哼，也算是老江湖了吧。朱爷，你说咱咋下手？那就宰了他。咋下手？下迷魂药扔水里去。这玩意儿还用俺教你啊？那万一要误会呢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俺做主了。你呀，去做饭。我呢，亲自会会。哎，饭菜怎么备齐了？就这下药。哎，朱爷，那一箱子钱哪来？什么话呀？那还扔水里去？不过这事儿得瞒着副掌门回应。为啥？为啥？别问。蛟龙入水，无奈你就骑呀。旗杆不倒，总有北风吹。一脚踢开寡妇门，舅子来接，回娘家。哼，水深。无耻。
足能撑船。哼，一家人啊，只是不知道您高攀的是哪一枝儿啊。凤鸣梧桐，干咱这行当的有奶就是娘。你这话可跑了啊。我论不过老前辈，自愧不如。请，请。哎，李双四早就说了，日本人啊对咱华北那是居心不良。俺看你啊像是个花舌子，那你可就算早死了。老爷爷，那提箱子里不是钱，是咱白洋淀的石头子儿。嘿，他娘的啊，那俺开涮，我来了。你要石头子儿，这小子可就有点来路不明了。我说，这环荣庄酒店是你当家呀，还是俺当家呀？啊？是你当家呀，还是俺当家？一代红。